白色 T 恤咁百搭，不嬲都系夏天最 hit 嘅 item， 但系着耐咗就好容易会变黄。大家想唔想件白色 T 恤变翻好似新咁咧？今次我就上网揾咗几种声称可以去黄色嘅方法，即刻睇下 work 唔 work 啦。梳打粉系一种弱碱性嘅天然矿物质，可以预防衣物变黄、去黄同埋去除污渍。相信不少人都听过用柠檬可以美白，因为柠檬入面含有丰富的柠檬酸，有助淡化污渍和去黄。网上有人说是根据简化三原色的原理，蓝墨水入面的蓝色和汗渍的黄色中和变成白色。亦都有人认为是蓝墨水入面含有油酸亚铁，它可以将衫上面的氧化物还原。网上有不少文章说，因为菠菜入面含有生物酶，而衣上面的黄渍最主要是蛋白质，它们会进行水解作用，所以黄渍就会消失了。测试了这么多种去黄渍的方法入面，看来就是用柠檬水浸洗最有效了，但是呢其他就……所以大家都是不要尽信民间的偏方了。